能有比较快乐的地方。考官也讲英文是吧？对，都用英文。但是有的听不懂吧？他下指令。不会听不懂，我们有那个录音带，我什么绝对听得懂。啊啊。记得清楚，不懂他讲什么怎么。啊啊，那得学录音是吧？一定要听懂。啊啊，就在这儿练车是吧？下来。啊。换车吗？换车。换人。换人。换人。我都懂了。啊，上来了。坐前边，坐驾驶，坐驾驶。